各位同学，我即马开始上课啊！大家请坐。各位同学，我即马开始上课啊！大家请坐。各位同心，大家好，真欢喜，搁看到新的同心来参加，啊那真欢喜。我有真多少年人啊来参加啊，首先呐，有诶咱拢毋捌见到面，第一摆伫遮甲大家见面，我甲你简单介绍，互大家了解，大家若要了解我。上网上网吼，去 Google、Yahoo 打上张文彦，工厂张文昌的文啊，彦是一个文啊，下面再三撇。我的日本名，阮老爸甲老母，我叫奥多山加克家。伊家叫讲呼米哦，呼米哦，就是张文彦，实际上是九呼米一口。哦，张文彦，安尼可能大家都了解讲，我差不多什么时阵的人啊？因为我大部分的时间拢伫学术界。我为公立学校、甲私立学校啊，伫大学研究所做教授、甲讲座教授。讲座教授就是员工每一个学校啊。特别啦，实际的对专业、家己嘅专业有贡献的，才甲你聘任。哦，啊，拄啊有这个机会来参加咱台湾民政府，我。是第一届的讲师，甲第一届的学生，我甲大家拢同款，来就交钱。我迄阵仔心态咧想讲，我是讲师呢，我去遐讲课，拢大家邀请呢，啊，大家拢有特别的呢，啊，那无同款啊，来遮下。哎，还佫交钱啊！所以吼、哦，上头啊吼、哦，有一个心态吼、哦，感觉那无同款吼。啊，了后咱才知讲，确实，咱这个啊，台湾民政府啊，实在无咧同款款，拢家己来担任以后奉献。关出来，有当时啊，我常常咧关，甲即马咧关啊，所以要甲大家讲，来遮
所有受训的同心，拢会感觉讲，这条路是绝对正确，对唔对啊？那是对，咱做了足欢喜，足甘愿，因为安怎？台湾人民受到这个扩张，这个压迫，美国高等法院都安尼判断了，台湾人民生活在这个政治的凌辱，台湾人民也未觉醒，是安怎？大家好，大家去思考，是安怎？甲现在？台湾人民也未觉醒，咱去思考这个问题，因为是安怎安尼？什么叫做共和制？迄阵啊，我迄个时阵拢在走红高河啦，红高河大家知影嘛吼？防空洞啦，跑去躲啦。讲米利高来咯，大家爱避哦。米利高的对象是虾米？美军来甲咱轰炸嘛。咱是改做敌人，咱迄阵啊是日本人，唔是啦。即马伊来接收，讲甲你写。共和制，迄旗啊，面顶的旗啊，迄、那个照片，光复节，迄、那个咱拜托咱的同心吼，啊，麻烦一下，迄、那个照片吼，好大家看一下，共和制，迄、那个伊就是要甲你骗嘛，哦，这我咧讲。拢事实，啊，要予大家看实际上啊，情形，光复节迄个照片，面顶啊，三支旗啊，拢是美国的，下骹则是啊，流亡政府的旗啊，啊，伊啊挂啥？中国战区。受奖典礼呢？伊敢若讲共和制啦，这拢是啥？要甲咱骗？啊，咱无了解啊！大家若讲认为这是真的啊，啊，这是啥物？实际上，大家看卖咧，啊，你。中山堂内底，那是挂四面旗啊！啊，挂四面旗，中山堂内底啊，吼、哦、啊，这甲伊讲同款啦，我挂这四面旗啦，中山堂内底啦，美国的啊，就是英国啊，流亡的美国的苏联的，安尼叫做啥？光复节啦！安尼，大家是不是骗很大？大家去想，是安怎要甲咱骗？甲不来讲，你们都是中国人，也是台湾人，敢有安尼？啊！要搁甲大家讲，这就是要予你大家有一个拢用骗的啦。伊讲4月1号是啥物节？愚人节。愚人节吼，啊，恁想想的，敢是愚人节？伊是安那要讲愚人节？
九四五年四月七日，天皇下诏书，把台湾依照啊国际法归为不可分割的领土，让日本按照这个国际法律，把台湾列入因的本土，和台湾人有参战权、甲参战权。当时选出三名参议员去东京开会，选去五名众议员，这历史上拢有记录。咱这些台湾人民第二次世界大战为日本战争死亡的，去刻的靖国神社。咱去想看卖咧，咱家叫做忠烈祠啦，以下叫靖国神社啦。为什么本土台湾人死啊？伊家咧奉祀伫东京靖国神社，这个予大家去想是安怎？这咱是伊个人民嘛？这就是要予大家先一个了解，咱的江苏为拜五、拜六，甲今仔日要结束，应该大家话真清楚啊。所以，恁大家来，拢有这个爱负责传福音。和你的亲戚和朋友，这是百分之百正确的。你若去拄到讲伊是高等知识分子，大学的教授也好，你甲问讲，美国高等法院的判决，你要相信无？伊若要相信，你才甲伊讲；若唔相信，这个那无效啊，因为美国是三权啊分立的，法律判判决，行政单位要依法行事，必须爱安尼做，总统那爱遵守。啊，法院的判决，这足明显的嘛，不是咱这的法院呢，不要搞错了，咱这的法院习水德安怎讲？对啊，讲法院是因开的，迄不是我讲的哦，习水德家己安尼讲啊，对啊，伊安尼讲啊。啊、所以咱爱足清楚，你往政府的法院、甲美国的法院，你都爱看清楚，卖讲啊，这都甲流氓政府同款，绝对会按照法院的判决依法行事。所以咱等于露出。一个曙光，所以安尼，恁来家台六千块三天，有价值啦无啊？足感谢，但是恁爱有责任，回去去甲你的亲戚朋友各家讲。佮伊赶紧来受训，吼、哦！啊，叫伊啊，
赶紧来办身份证，吼、哦！啊，这就是啊，要予大家啊，知影这个这个代志啦，吼、哦！啊，我即马吼，咱要放一个叫做影片吼，啊，予大家知影一个吼。啊，咱这个影片吼，就是感谢这个三立啦。三立给我们报道一次而已啦，啊，就不敢报了啦，对啦，啊，所以这个影片哦，你在这才看得到，所以我要给大家看一下，啊，不然拜托啊，咱的同心甲办好。宣传单、报纸广告、厚厚一叠《权力法案》上，到处可看到“台湾民政府”五个字。走一趟总部，发现都是穿白衬衫的年轻人员在办公。嗯，他们我们现在目前有分初级班和高级班。嗯，那我们两班都上完的话，会有那个证书。嗯，那还有就是未来的公务人员。参加研习营一次6000元起跳，未来就可以捧一辈子铁饭碗。台湾民政府还自制晶片身份证，每张1000元，号称拿着它就可以自由进出美国。现在如果你用中华民国护照，他要你证明你是台湾人，你就拿这一张，就可以进去了。写着黑熊部队这一大叠，附上姓名、电话、大头贴，通通是来应征台湾民政府警察。卡其色制服上就绣着一只大黑熊。台湾民政府2008年2月2号成立，采内阁制，发下豪语要发出41万份身份证，找到4000名公务员以及募到1000位警察。黄道言，所以才有这个旗子。国旗绿色代表台湾福尔摩沙，中间蓝白色代表美军占领中，最外环则是台湾6个州，每一位州长都有自己的办公空间，各自独立运作。马英九啊，怎么样？生吞活剥台湾人啊，所有的五大基金都破产。你看他哪一点做得好，你告诉我。不止看不惯马总统治理国家方式，更扬言如果台湾民政府获得美国认证，往后只要马英九敢自称政府就提告。但大家的疑问是这个，谁疯了以后就知道了，不要2年你会看得到。冲着马总统而来，带领台湾人独立，号称不从事募款，但却有财力在报纸刊登半版广告，少说几十万起跳，还有自己的停机坪。台湾民政府能比中华民国政府有多少国际空间？外界都睁大眼睛。三立新闻黄玉峰、白乔英桃园采访报道。嗯，感谢三立，但是伊甲咱讲。甲咱错误的报道是虾米？伊甲咱讲，咱的身份证啊，是啊，自己制造。好、哦，咱的身份证吼、哦，唔是啊，伊只有甲咱讲，讲，吼、哦，民政府啦，自制身份证，伊这是不实的报道。咱这个。美国制造晶片的啊，台湾啊政府身份证，所以我咧加嫌啦，伊那会使甲咱迄个改正一下，我阁足感谢啦，但是可行性足少啦。哦，啊那甲三立有关系吼。哦啊、我拜托大家去影响啊，甲影响者讲啊，你敢报道迄有错误，搁甲咱一概修正一下，搁甲咱报一摆。好、哦，啊，咱这确实是美国制造，咱要请这张无简单呢。大家想法讲，这足简单的呢？咱根据什么？大家去想，台湾。人民权利法案有一个动心，讲拍电脑咧找啊，迄、那个做权利法案的时啊，才去知啊，咱台湾民政府我有这个权利法案，伊我研究所毕业的，伫高中咧做老师。啊！伊看到迄尔，才直直看，看到讲，
啊，这那足正确个呀，伊才来参加。现入个高中国立学校个高中个老师，所以阿要甲大家讲，吼，阿要甲大家讲，这是足正确个。你要去讲讲爱晶片哦，那迄唔是晶片，迄唔是哦，迄就是。弄一挂作为，咱啊听讲要拍，要有做啥？你要网站吼，你一定爱写台湾民政府官网哦，啊无你得拍啥？啊 ，USMG TCG 哦，啊，诶、欸，啊做啊，我们小老鼠嘛吼，啊 ，NIN 啊 ，NING 吼，啊拍落。安尼才是正确的，因为那周围啊，流氓政府设计一挂周围遐，你拍落去去看唔到去，大家才会无信心啦。所以等下一定爱讲清楚，吼、哦，啊，好大家，啊，咱即马要搁提事实的影片，好大家知影。咱来看这个，有诶讲啊，你这顶有效啊，无效啊？我去日本，这回去日本，剩诶一寡钱，好啊，来试看卖。伊讲去银行要甲日本钱换到咱现在咧用诶钱换转来，爱正经啦，我摕这张去啦。看看哪行我换啦？日本银行来用你啦？邮局单银行，我无证件，我敢有这张呢？要汇钱，要办什么？这张也用你啦？坐高铁，我也提这张啦。所以要甲大家讲，绝对是正确的100%。会用你，即马要来，即个咱派去美国啊访问的一挂成员，吼、哦、啊，这个影片我予大家因来现身说法，啊来拜托咱的同心，甲咱予大家看这里、个。好来，李定、毕淑定。所有大家的兄弟姊妹平安，今后机会非常好的机会，因为我能够站在所有弟兄姐妹的面前来做一个最清楚，必须定常常非常清楚简单的代志是什么样的简单又清楚，就像我们4月24号。到美国国会殿堂的时候，我们就用 ID， 而且我们20号傍晚进入到美国海关的时候，我就跟海关说，我这边有 ID， 他也放进去 ，No problem， 没问题。然后我们到国会殿堂的时候，我又几个同心说，亚夫亚夫，过来过来。还以为是山要准备吃山猪啊，结果美国没有山猪啊。那我们去的时候，哎，怎么要去那里？原来又要到国务院。那国务院呢？我们七个人就进去，那只有用 ID， 一放进去，行，好 ，OK， 我就进去了。这是非常好的见证。这不是高沙组做的《黑熊》里面的这个妖子呢，不是呢，也不是《飞鼠》里面制作的，是美国国安图制作的。必须定灰熊简单，就是这么简单。但是这个流亡政府常常说一变成了二，二变成了五。难怪我们告沙主说一二三四也不知道一加一等于二，所以真的搞混了，这个流氓政府混到
啊，不要讲好了，我就在美国亲自亲眼有这样的见证，所以非常千真万确。那其他的活动由其他的同心来讲，多谢各位。好，大家想看卖咧，咱这个有要个报，大家想看卖咧，这拢是现身说法。这张咱是美国制造，啊，一定爱甲回去，你甲你的亲友讲，赶紧来办。吼、哦，这以后无这张的人，未使住伫台湾啦，爱去带。安尼，大家足清楚啊！吼，讲爱去因的土地所在啦，金门妈祖啊，甲平潭岛，咱即马要过来看是安怎爱去金门来看一挂影片，吼，大家啊清楚一下吼，啊来看影片，吼，大家清楚一下。迄个，咱来看金门测真的迄个。今天军事话题，媒体报道，金门县政府和国防部达成协议，针对有“前线中前线”之称的金门大胆岛、日胆岛等群岛，为了要发展观光，将会在三年之内撤军。对此，朝野立委都表示反对，强调中共没有放弃武力犯台之前，撤军呢只会引起民众的恐慌，要求国防部到立法院报告说明白。反共抗战中有前线中的前线支撑的金门大胆岛、二胆岛等群岛，传出将在三年内撤军拼观光，对此朝野立委都表示反对。撤军基本上来讲，我想现阶段还不成熟，我们开放的让他看看他捍卫我们领土的决心，这个才是更好的做法，而不是把军队撤掉。在中国还没有撤飞弹之前，为什么我们台湾要完全撤军？从大二胆撤军，这是非常离谱而且非常狂妄的一个做法。中共目前仍用1000多枚飞弹对准台湾。立委说，虽然台湾军力技术提升，可以从台湾本岛对中共进行反制，但大胆岛、二胆岛的政治意义不可失去。小岛的价值啊，其实不是在军事上，最重要还是在政治上。如果没有国军在这里了，他们晚上都不好睡，啊，因为大陆渔民有时候很强悍，会直接上岛，不是用保全可以完全替代的。人民心理上会有恐惧感，我觉得还是要保存一部分的兵力。金门大胆岛、二胆岛撤军引发反弹。身为军事委员会召委林玉芳强调，国防部不能一意孤行，要求国防部到立法院报告说明白。新唐人亚特电视陈文模陈真，台湾台北报道。啊，好，安尼大家阁想看卖咧，是不是恁这回来上课？安尼这三天有价值，是毋是啊？您这个声音，爱拜托大家，咱无电视台，咱无广告电台，只有靠大家。大家若有这个责任感，要为咱台湾人民甲后代做一挂好代志。这那是功德一件啦，安尼好唔好啊？就感谢啦。啊，这，我阁和大家和安尼思考一下吼，啊，大家看一下都真清楚啊嘛。因为安怎，咱甲美国告，你讲。叫做伊叫做迄个甲宾拉登共款啦，
宾拉登是美国讲入面恐怖分子，恐怖分子有三个条件，大家记得好，恐怖分子有三个条件，第一什么？不是国家，中华民国高等法院判讲不是国家。第二，有武器，啊，所以中华民国也武器，所以头拄啊，遐讲，这都爱提提起来，伊袂使有武器。过来，安怎？不能征兵，拢是咱去甲过了后，才甲美国讲，你一定爱遵守你家己所讲的。恐怖分子啊！啊，中华民国都啊对号入座，伊都啊足下输嘞，所以这大家会知影未？啊，唔只讲即马免去做兵啊，这我予大家会足清楚，会了解吼。啊，这就是有这个问题啦，吼！啊，咱即马哦，头拄啊讲中山等车啊，这就是这实在的情形啦，吼！伊甲美国讲吼，迄阵啊，甲咱解讲咱是中国，我是中国这个，咱是我中国人是安怎？伊甲美国讲，啊，阮较好管理啦。以前都要拜托美国，甲咱六百万的日本的台湾人，要甲你运送去日本啦，拢要甲台湾拢甲移移出去。麦克阿塞讲，啊，都啊见谅吼，阮无船好甲你运啦，怎留落来？伊则用这个方式，哦啊，恁是啊中国人啊，光复了，恁那是战胜国的人民呐、啊！啊，迄阵啊，咱的人讲哦，咱不爱做战败国啊！啊，战败国的人民，大家袂忍受你嘛！啊，所以大家若想讲好来做战胜国，莫怪。李白事件，世界无发生呢，大家会去想无？这个问题无？战败国的人民，你一定爱服从。迄阵李白事件好，咱来请愿啦，好来来去啦，去到遐，机关枪到来，就甲你扫射，我来请愿，拢入来，怎甲你掠去关啊？啊，怎人怎无去啊？啊，那世界无咧抗议，啊，你们就是战败国啊！啊，恁家要认讲恁是战胜国，这予大家去思考。我要搁甲大家讲，大家拢有这张嘛，提出来看卖。咱我甲咱做记号啦。伊做什么记号？边贵边啊，正咱边贵边啊，这边啊，正手的所在，甲看嘛咧，遐拢有暗号啦。大家唔知看出来无？好、哦，这就是啥？讲恁就是。以前甲高沙子讲，我把你当人看。咱那是甲你做记号啦，你是本土台湾人，你都无甲咱共怪啊。因会知啊，咱家己敢会知？唔知嘛，咱做嘢努力嘛。什么高等考试按省份来录取？按省份来录取，哦，啊，省份哪一些省人口比例来录取？
啊，所以一挂公务人员，一挂高官，拢干共挂的啦。这就是宇宙聚会所在啦。咱敢会知？无美国甲咱讲，咱哪会知？这乃是美国甲咱讲的。像这款的，拢爱甲咱的乡亲讲好清楚。啊，有的人无真清楚啦。咱即马要阁简单吼，来甲大家讲吼，咱无遐敖。那美国无甲咱教，咱哪有遐敖？伊讲上咱，伊啊做上咱啊做啥？挂伫遐迄两个照片啦，叫咱去华盛顿 D.C. 设办公厅了后，去开酒会了后，摕迄两块予咱啦。讲啊，你这两块你摕转来予咱秘书长，啊，伊就会清楚。真正秘书长收到这两块以后啊，伊认为恍然大悟，咱的伊即摆是美军要占领奥巴马代表美军，伊迄张，搁上迄张日本二重桥内底所带是天皇，迄二重桥啊，日本迄个啊，所以知影了后。2011年，咱这个旗啊，入要皇宫啦。咱这个旗啊，入要皇宫啦。日本皇宫要入去，两个检查哨，你提皮包，那爱开开好看。所以要甲大家讲。是安怎？这个旗啊，甲因日本旗啊，会当齐入去因遐，从来唔捌。2011年12月23入去，2012年12月23过入去。今年啊，顶年啦，2013年12月23。哪个入不去？拢入去啦！安尼大家都足清楚。你若要阁啊写做历史做记录啊，大家都准备啦。今年啊，2014年，大家计划过来入来日本啊。天皇啊，遐，咱阁拿这个旗啊，明白？有人咧甲咱讲，恁第三年这个旗也袂当拿入去啊，无迄个代志，咱拢真顺利啊，拿入去。这也要予大家爱足清楚个知影，卖听。有的黑白讲，啊，网站有的黑白讲，实在就是实在，这就是一些一个的影片，予大家足清楚。啊，今年啊入去，吼，啊，这个影片啊，这个 PowerPoint 啊，是要甲大家讲，要予大家有信心啦。安那讲，定来去讲讲。恁美国安尼讲，中国敢会接受？有诶拢讲中国会拍过来，拢讲安尼啦。啊，你看这安怎讲？伊迄阵啊，伊毋是中央总书记呢，伊迄阵啊是
2009年12月15日，迄阵啊是副啊，干那副的尔，唔是总书记啦，副总书记的款叫副的尔啦吼。去美国拜访了后，去日本，伊甲日本外务省讲，拜托外务省，就是因的外交部，日本的外交部安排要去见天皇啦。因外务成功啊，足歹势，阮啊要见天皇，爱半年前都爱拜啦。你即马来就想要见，无可能啦。伊怎透过美国，甲美国讲，伊为美国才转来，为要转来中国啊，拄啊过日本，甲美国讲，伊要入去见天皇，请美国甲安排。美国怎个安排？咱唔才会知啊，啊无咱哪会知？这拢是美国甲咱讲。美国啊安排可以去见，啊都讲无20分就再见啦。伊讲中国经济这么较好啊，要来用兵台湾，啊那。天皇台湾啊，写契约书，买卖契约书，合约啊，确实台湾都卖去啊。天皇安怎讲？阮祖先甲即马都无咧卖物件，啊怎啊？就再见啊！所以，因为这个予大家了解，搁要搁一个。这暗是，这骨刷来，这都是去网站做爱嘛。安那12月啊，2012年5月14日，因迄个叫做高峰会议，中日韩高峰会议，日本这个以前的首相，遐好大。加工什么？讲钓鱼台啊，是日本的固有领土啦。迄阵啊，唔知中国的总理啊，朱镕基啦，好伫个电视上外派咧，提拳头要讲，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。恁啊，迄落因要拍过来，啊，即马敢敢讲台湾是他们不可分割的领土？拢唔敢讲啊！创造一个新的名词，就是啥核心利益啦，核心利益啦。即马台湾哪讲因的核心利益？啊，是安怎啊？这里啊，钓鱼台整个群岛，啊，因为最喜欢日本的。天皇的土地嘛，啊，因为它是属于台湾宜兰州的嘛，所以伊安尼讲啊，好，啊，我好大家清楚，用战争，台湾绝对不会给人家拿走，啊，那买卖成立哦，好，这爱大家了依照。战争化，所以中国无可能要甲你打台湾啦。伊安怎？伊打落来根本啊提袂起啊！那是爱国做一个民政府，啊，让民政府来处理。所以伊敢他敢打台吗？所以大家去思考这个问题，啊，我爱去甲咱迄个同心讲个好。4月7日，伊讲愚人节，是安怎要讲愚人节？就是重点，就是这个啦。啊，迄天皇公布的啊，讲。
迄个咱实施啊宪法，日本宪法啊，迄无影无一只啦，迄间公布拢无算啦，迄是骗人的啦。安尼有够骗无？啊，六三三也咧骗嘛，吼、哦，这拢咧骗嘛，所以伊就是骗骗骗嘛。啊，咱家就讲啊，你是死老百姓嘛，咱家都无法度伊啊。所以，予大家去思考这问题，吼、哦，啊，当然，实际上美国拢咧安排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咱过来看落来，是毋是结束啊？确实结束啊！啊，前头个头尾应该是一个月前嘛，是三四礼拜前。马英九讲安怎？伊咧首都伫台，啊，伫南京啊，吼、哦，遮南京啊，这是新主牌啊啦，结束啊啦，吼、哦，伊遮甲一九四九年，啊，这就是安怎？伊那甲你讲的啊，伊那甲你讲的啊，啊，就咱即马。人民叫骗个戆戆，吼、哦！啊，特别告诉大家知，这句甲这句有共款无？啊，这叫做啥物？啊？这应叫做创意啦！创意啦，因这讲叫做创意啦，这叫做创意啦。啊，这咱人民敢会知啊？拢唔知啊嘛，话咧甲咱骗嘛。伊就是啥？甲美国讲，阮啊要来成立民政府啦，以后可能要用这个旗啊啦，先给美国知啊这里啦。好、哦，安尼。就是大家足清楚，啊，过来，这大家拢知啊。拜托，少年的回去，啊，咱这的啊，动心回去，拢甲你的少年的人讲，拜托恁上网平潭岛。即马在创啥？你若好上网，互因去看，互少年佫较了解。确实，因要搬遐嘛，伊讲有个共同啦，共同经营、共同规划啊、共同管理啊，因遐拢是共同啦，利益共同分配啦。遐即马有台北港，啊佮台中港。拢有直航去平潭岛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咱今日报告到这，感谢大家。各位同学下课啊，请把椅子收到桌桌仔面顶啊，进去楼下翕相，谢谢。请把桌子收到，请把椅子收到桌子上，然后尽速到楼下照相，谢谢。多大年纪了？他没来过，你也去。